吃毛肚、老肚皮火锅。服的，老肚皮，我煮了点汉菜在里面，吸满汤汁。吃烂了，这个手工老肚皮它就只有优质大豆和水。一袋是240克，三袋5袋划算。拿来汤火锅，拿来炖，凉拌，切成凉拌，炒，拿来炒五花肉，炒辣椒都行。这个老肚皮说到要放冰箱冰冻，或者是适口晒一晒，因为它里面没有添加剂嘛。这是什么豆腐？里面还有籽儿。还有鹿茸菇。这么大一个球，我这是放了人人会麻辣酱，放了一块火锅底料加水煮的。卤肉。喜欢老肚皮的姐妹们，肚子平的姐妹们可以试一试，拜拜。泡椒，吃泡椒米线的话，姐妹们自己做的，哎呀，感觉要闷出来呀，先把这个虎皮尖椒吃了。
看到这一碗好有食欲啊。我妈做了泡椒还有泡姜，还有这个节节脆，香。汤底是用人参和辣椒酱做的，啊，这是肉来了。自从我带水润以来，手机真的都没敢离身。这种感觉只有以前年轻的时候耍朋友才有这种感觉，随时随地等着亲爱的给你发信息。现在就是随时随地啊，等着那些学员发信息，怕他们，主要是怕他们找不到我，又搞不懂。我觉得我还是挺尽心尽责的。咱B股产品活动最后一天了啊，姐妹们，有需要的直接去我小镇里拍啊，我把活动打在下面。你们看到这一碗馋吗？必须要尽心尽责呀，毕竟人家交了钱的，还是希望把人家带好。嗯，太巴适了。里面还有酸菜。